都能够心想事成。好，那我们的元天上帝亨利奇，元天上帝亨利奇，请回家之后可以挂在家里的大门口，也可以放在家里的口罩，其实卫生局给我们很多的条件，我们也一起遵从他的指示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好不好？请各家工会的步道组帮忙开路。各家工会的神轿车来，请进来。前面点，没有人了。红旗，红旗到地了。
站站站